呆呢。合债耶，合债。谢谢姐夫。谢谢姐夫。弟弟是说的第一个中文是谢谢姐夫了，是不？嗯。啊？对。然后我们现在去市场去逛一下，然后去买一点东西。我说这个县城这里大一点，多一点东西卖，看一下，可能我们来这个时间不对吧，也是没啥东西卖，但是果会多一点。去看一下买什么东西。买东西回去呢，请你朋友啊曼娘回晚上来吃饭呢。啊你看有猪啊曼娘，买几个。那里有鸭呢，买几个鸭回去。这里没有。啊在家我们那里买，鸭那里家那里有卖是吗？那我们回去再买一下，再买点猪肉没有？买水果说，你这里有水果。好，对对，那么好了，好。你好，松露，你饿了吗？买再买多一点呢、啊，你再另外买一袋拿去妹妹家里。我老婆不想去，我喊她去啊。她老公在家，然后买点果，看买一点什么去，是吧？去看一下二妹的家婆，让她以后对妹妹好一点，是吧？让她老公有点面子嘛。她老公现在回家了，这里下去还有一段路，还有10个公里去到那个二妹家。二妹的老公不是带她那个小孩回来了吗？带一个。我们买一点东西。看买一点什么，鸭鸡都没有卖，你干嘛想买一点点啊？那你买多一点苹果，再买一袋苹果拿去给二妹。什么果都没有卖这里，但是苹果会比我老婆那个市场好一点。这个县城已经是比较大的县城了哦。可能要买好一点的东西，都是要跑到华潘，那都是卖这几个果，苹果、橘子、芒果也是这几个果了。芒果家里种有，橘子不好，有啥买啥了，没办法了。然后我们来到这里了，先去送一点东西去二妹家，是吧？给她老公。给她老公挣点面子嘛，然后希望她对我们二妹好一点呢、啊。我老婆都不想去。爸爸妈妈不喜欢我，我不喜欢。爸爸妈妈也不喜欢是吧？喜欢二妹，二妹那么勤快的，妈妈她说我她懒的怎么二妹这么勤快的说二妹懒。嗯。没。来，我们拿去二妹老公喜欢就可以了。反正能做的事情就尽量做一点吧。买这一点算。你买给二妹哪买哪个呢？买这个。你还要买这个是吗？买这个买一点，你买多一点苹果呢？哦，这个老婆，买一你看，带这个一小袋的东西去人家家里买多一点，买多一点苹果。苹果买多一点。我们乡下，我们拿这点东西去人家家里面，人家不拿棍子赶你出来呢，是不是？空手去还好一点，买几个苹果，一人都不够分。然后来这个批发部这里，买多一点东西回去，给小孩吃。是吧，见到小孩可以分一下嘛。啊，买了这么多给小孩吃的回去发。我们现在回二妹的老公家，拿了一袋果，然后没有买到，鸡鸭都没有买到，然后买了两瓶水，一瓶可乐，一瓶这个水，然后拿了两排牛奶去看一下他家，然后给二妹夫拿了一条烟过来。住这里吗？二妹夫住这里，没有人在家吗？
不，我还住木房子啊。这里是吗？这边是吗？啊，这里就是二妹夫家，还住木房子呢。是外地，那好，二妹夫回来了。那呢？那呢？那在哪里呢？是外地，是外地。这里是妹妹家吧？妹妹，这里也是吧？他在这里睡觉。哦，在这里睡觉。哦，这里。啊，二妹夫家里面的条件也不咋样啊，个木房子。看一下里面，先看完外面吧。哦，这里是吧？来给我们家二妹撑哦，他爸爸在这里撑撑场吧，是吧？让他知道有个中国好姐夫。这个是二妹的妈妈是吗？我不是见过了，沙白迪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沙白迪。他说还认得我吗？你住了不？老妈看呢？我认什么？认喏，เอา肉弄扒，老母给你弄。认了是吗？哦，那认得，卡在的，卡在的，进口了不？进了，进了。进口了。啊。没人没行，人。回到家了。各看，这个简证拿回来，我老丈人一看。他说这个简证还可以用的，叫我们在泰国发货发了一个过来，哦，都不是简证的问题，要开回来我老丈人一眼就看出来什么问题了，不愧是开了，知道这个车轮了还发热啊，都不是这个简证的问题，是这里、欸、是这里发热啊，那个高铁空嘛，蛮滴的呢，蛮滴的呢，蛮不着冰呢。爸爸说啊，这个行，蛮滴的呢，就够了，是这个是吧？滴呢，蛮不着冰呢。他装的时候没有办法装好呢。我开回来这个车轮很热很热，手都放不进去。好了，车也回到家了，然后这集的视频就录制到这里了，感谢各位老乡朋友的关注，谢谢大家。二妹帮拿东西。